官的态度有深深的影响到我们，那甚至到最后的时候，其实我去年12月的时候大概就知道这样的病情，他哥哥不希望大家知道他的这个病情，害怕大家担心，是智障。谢谢他一直以来的照顾，跟在天上能够跟明星城互相照顾吧，这样子。谢谢，谢谢你大家，谢谢。